意式鸡肉披萨饺。他们还有附薯条、绿色花椰菜，还有一半花椰菜、红萝卜。汽水可以无限量续杯，只要满一杯25元。真的好爱吃他们的薯条。我也是很爱。他们的薯条是脆的，比较粗的，好吃的。意式鸡肉披萨饺，它里面就是有 cheese 鸡肉，还蛮香的。晨晨是不吃这种披萨饺的。超爱吃薯条，里面除了起司鸡肉，还有一些火腿，浓浓的起司香味。披萨饺里面还有一些菌菇跟绿色花椰菜。真的一直在吃薯条。冷饮杯25元，热饮杯35元，只要买杯子都可以无限量供应。在这个饮料区，薯条。鸡柳条，这样一个午茶优惠，平日的话49元一盘，原价99元。我好喜欢吃薯条哦，鸡柳条里面还有柠檬的味道。还有独享生日优惠，生日当月主餐买一送一哦。起司布丁塔。现在下午茶加1元就有一杯咖啡，不过是平日下午2点到5点。珊珊不喝咖啡，她喝茶。嗯、这里面好不好干？我哪有忘了空调？对呀、啊。吃啊！小朋友都好爱吃那种布丁塔。现在一定要做一大堆那种鲑鱼的鲑鱼餐，鲑鱼佐蔬菜马铃薯饼，一整块都是鲑鱼，它是煎过的，然后加了一些寿司，还有芦笋蔬菜马铃薯饼2个。这是新品上市，酸酸咸咸，然后这边还有一点点油脂的。然后橘色带点粉红的那个鲑鱼，还算新鲜。我们习惯吃那个生鲑鱼片，所以会觉得它这个有点熟啊。
生竟然不吃熟的鲑鱼。有。那举去生鲑鱼。蔬菜马铃薯饼里面竟然还有绿花野菜，一整朵的哦。蔬菜马铃薯饼蛮有水分的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些奶香味、奶油味，还不错。而且橘色配绿色还蛮有那个视觉效果，看起来就好吃。它那个煮出的鲑鱼味道很大。我们点了这一道，用的是挪威的鲑鱼。